保守金子的价格呢是730到5500令吉之间。而金子银行的负责人说，受到这个疫情还有原油价格的影响，保存金子用的冷冻容器等等的原材料的费用呢都上涨了。再加上之前各国因为疫情所迫，让很多的线下活动，比如聚餐啊、约会啊，都受到了限制。单身男女呢，没有可以相遇邂逅的场所。那再加上呢，随着年纪渐长吧，让大家想要有孩子的这个意识都提高了。还有啊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精子订购量是大幅度增加，这种种的原因因素都导致了精子的价格跟着飙涨。根据报道说呢，精子银行。